人类晚安，我是濒临绝种团的十五号，今天也是还行的一天。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现在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哇，我现在超紧张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刚刚完全不会紧张，我一直到下午都不会紧张。在开台前十分钟开始好紧张。今天的直播内容是要跟我妈妈一起杂谈，跟我妈妈一起聊天。那么可以请妈妈跟我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？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十五号的妈妈。大家好。你会紧张吗，妈妈？蛮紧张的哎。蛮紧张？你刚刚跟我说你不紧张。可是我怕讲不好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应该我尽量，尽量。不要把你的人设给破坏了。我刚刚看到聊天室里面有人说，妈妈会不会一来就开车？妈妈会开车吗？开车吗？对，一开直播 never 开黄腔。对，你从来不开黄腔，绝不。那你直播的时候看到你女儿开黄腔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什么感想？心脏无力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对啊，因为听起来不习惯，不习惯吗？我平常不会，平常不是，没有，我设定的状态是，就是要温柔、娴熟，就是绝对不讲黄腔的这样子的女孩。结果你女儿好像不是长这个样子。不会啦，不会。温柔娴熟啊，我原来是温柔娴熟的人设。好了，我了解了，我们今天就来扮演一下温柔娴熟的女儿吧。完全长歪，什么完全长歪？春雨出来负责，一定是板板害的，我知道，没有错。我妈妈怎么可能会生出这种女儿？一定是很温柔娴熟的。